在三局的上半，河谷进攻的进攻，这一棒打成三垒方向，三垒手把球给挡住，要震动双杀，传二垒，二垒手顿一下之后碰到脚程比较慢的，这个虽然是怪力男，但是他弱点就是脚程，就变成 double play 结束了，在三局上半，河谷进攻的进攻，最后是一分都没有得到。